贝姨甲大宝皇帝。姐，请你们坐。安尼敢那唔对哦，要皇帝唔得跪落来，双手捧茶杯啊，关过头，唔只会当表示你的真心不诚意啊。姐，请你们坐。江小婷、李雅欣，恁竟然安尼创电话？好，今仔日我就先吞忍，以后才慢慢找你算账。你是要创啥？黄英丽，你有接无到？无生理呢？是安尼啦。因为子琪跟雅欣哦，是法律上有认定要结发一世人的翁仔某，啊，既然你这样搞明白，要做人说伊，所以当然嘛要表示一下。今麦爱请你断法立誓。小婷，你卖关心笑啊，有心的人哦，别当提加多啦。对吼，我煞袂记你有心的。歹势歹势，啊！拄则搁予你跪遐尼久，有要紧无啊？无安尼啦，为着要报偿你，我来替你加啦哈！啊！麦高友，啊！麦高友，啊！小婷啊，我知影想要嫁是阿丽啊，啊，不过意思搞就好啊，麦想超过啊。爸，啊，既然伊这么有心要来做咱社家的细姨，那你当然嘛是要表现伊的诚意啊。啊，若无这关若无过，我是要安怎相信以后伊安那奉台的大家官，是不是会真心好好照顾子琪个雅欣？要做人的细姨啊，来较真稳的，万项代志。拢爱清洗大宝，还佫有啊！你也抱着感恩的心，感谢雅欣姐姐姐，甲你讲给人知。所以今嘛，细姨爱甲大宝洗脚。江小婷，你莫想超过哦！阮姐姐半句话拢无讲，拢是你在学袂出主意的。你根本就是超过伊针对我的。我哪有啦？好啦好啦，无未来唔待啊！啊，你若无想要做吼，即马就赶紧死出去，以后嘛免想要搁移阮社家。是要洗还是洗？姐，我帮你洗卡。唔免啊。我先收袂起，雅欣，黄英玲这么有心，你莫拒绝伊啦。安尼人会讲你切掉伊的意呢。啊，而且哦，要正式入社会的大门，无这么简单，这一切一定要完成的啦。
有人洗脚洗一半的，啊是你洗袂惯势啊，啊无你来洗一下我这大哥仔的脚好啊，洗久哦，就较溜溜啊，继续洗啊。江小婷，你敢安尼创电话？以后我绝对会加倍行李。 做啥去啊？我无管是让人洪台。黄依林，你只要会记得今日讲过的话就好啊。雅信，你想怎啊？你不是讲你回来了后要好好陪伴雅信啊？啊，怎么搁戆戆起来，写不爽啊？急去啊！ 什么夫啊！你应该想天想地，是阮雅欣巴肚有够宽，无要甲你计较。所以今仔日仪式哦，勉强算是完成啊。要毋过你想好会记，从今以后好好收本分，莫阁想要伫遐想空想胖。啊若无，我这个大哥绝对会代替雅欣好好甲你顶。唔免看啦，甲涂骹留意。